初遇欢喜，冥冥中相惜，刀光掠影，换一世朝夕。初定际遇，已无法相及，任命运嘲弄，万般不由己。只为一世嫌弃，信得过一世同行。初见蔡大哥，没有人跟着你吧？没有，那快上车。不是不肯还给我吗？希望此次回去不会再起波澜了。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前几日侯爷在何永林的手上发现了一处伤口，正和方灵月那银面刺客使得暗器吻合。他向来小心谨慎，却为了救我暴露。那小刺为何又让我失望？莫非侯爷当时也是因此质问？那侯爷是为此回的庆康？十有八九。崔大哥，你先前跟我说侯爷要三日后才回京，是魏指挥使提出要今天走的？没错。他猜到了我要走。撞车，是。都小心些。我得想个办法将侯爷引走。赶紧点儿。通知小慈，准备出发。侯爷，侯爷不好了，侯爷不好了，江姑娘不见了。何时不见的？方才奴婢听到江姑娘房中突然传出声响，赶去查看，却见屋中无人。侯爷，出发在即。安城，随我来。是。哎，侯爷。
这满地车辙，纵横交错，完全无法追踪啊。府前闹事，惊了马队。安城，是，撤，撤，撤。大人，该启程了。先去吧。是。你压死我了。为什么回来？你不能回去。林玉。